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现在在2021广州车展202馆广汽传祺展台。那么这一次广汽传祺是带来了他们的一个这个全新的 GS8。我们现在就来简单看一下这个全新的中网、全新的车灯啊，看上去非常的性感。而且这辆车的一个车身用了一个下面是绿色，上面是银色的这样一个颜色，然后隐藏式门把手。哎，这边是锁住的，那边在处理。哎，整个车其实跟那个奔驰的那个是非常像的，然后这一辆是那个用丰田 THS 技术的那个 Hybrid 版本混动啊，油耗会做得很低。然后这辆车在现场的关注也是非常高。那如果说这辆车推出之后啊，因为它用的是 2.0T 发动机，动力会比丰田自家的那个会更好一些。那如果正式上市之后，大家觉得汉兰达还有必要买吗？